好啦，歡迎收聽今晚嘅動漫無雙，繼續係有馬二啦。咁都係兩支公呢，今晚我哋講啲好正常嘅嘢嘅，放心啦。嚇、啊，你嗰啲好正常，好難界定咩叫正常啊。嗱，咁我哋講返士氣啦。咁之前我哋 Facebook 呢就講過條發幾個問題嘅，就話你會讀啲漫畫嘅裝修啦。其實唔止漫畫㗎，後屘我加多咗個落去，不過都錄咗㗎，是但啦。不過唔好提啦，算啦。咁呢，我哋今集會錄呢個天降之物嘅，就水無月老師嘅一季完咗嘅漫畫啦，就係、是。咁唔單止完咗，係水母老師嘅水母老師，佢近排算係知名度比較高，有動畫化過嘅人氣作品叫做係，咁賣銷量都唔差嘅都叫。動畫化應該動畫出咗兩季啦，兩季加劇場版啦就係、是。其實你話佢動畫其實就同佢漫畫好似，即係喺冇內容嗰方面，或者叫前段啦。咁另外一個注目嘅地方，其實大家可能會當佢一套肉片啦、笑番啦，咁睇完就算㗎。因為基本上佢動畫版基本上冇任何主線內容可言嘅。咁因為其實佢第一季啦，動畫版第一季嗰陣啦，因為嗱呢套《天降之物》入面係講人形天使啦，咁其實比較似舊年代嗰啲，即係例牌嗰啲啦，機械人應該係機械人啦。人形天使跌到深嗰啲啊？係啦，係啦。即係 Chobbies 啊，或者係鋼鐵天使啊，嗰類咁嘅嘢咁樣，但係唔知點解嗱，佢講就講係機械人咁樣啦，但係唔知點解又好有彈性啊咁嗰啲啦嚇。咁佢第一季動畫咧，主要又出翻即係三個第一代機械人嘅兩個啦，即係 Alpha 同埋 Beta 啦，即係 Etas 啦同埋 Linf 啦，係啊，跟住第二季咪出翻啊 Delta 啊，阿斯特雷，係啦，嗰啲啦。咁但係佢話佢去漫畫版嘅，其實就會偏向似翻天降個劇場版有嘅，即係會有翻啊風音啊，係風音係啊，我成日劇場版風音係，我成日驚講錯，因為風音可以係第二個風音㗎嘛，又有個風華㗎嘛，我知道得風音呢個世界得嘅，我除咗講英井浩美嘅，英井自樹，唔係自樹啊，我講緊第二個，算啦，大家聽得明就聽唔明就聽唔明就算啦。咁所以我成日好落拗頭，咁所以動畫版其實個動除咗特點之外呢，就係嗰個作畫嘅穩定性呀，同埋水準係非常之高嘅。係算少，因為佢呢套係國川嘅，就係即係你諗唔好睇返啲近呢喺國川點樣慳皮慳嚟做啲垃圾動畫啦。垃圾動畫係咪叫劣等身呀？吓唔係 DAL 呢？咩邊個 DAL?Data 啦。Data 啦。係啦，即係咁同返以前全盛時期國川唔慳皮唔縮水之後整個動畫版質素係即係你講咩04年嗰套夏娜嗰啲呀？嘩，嗰陣時啱啱草創期嘅話正啦，即係計 DVD 呀？唔係計咩？漫畫版佢開頭會有條叫做主線嘅物體，咁先講咩先講啦，就但動畫版佢幾包上係弱化咗主線，佢雖然重點咗每一集係單元式嘅賣肉啦，搞笑嘅就會係主線反而擠壓咗喺普通嘅開頭或者係臨尾結果就算嘅啦，就係、是、即係呢個係動畫同漫畫版比較唔同嘅地方，但漫畫版比較特別啲嘅，佢開頭會好著重咗寫翻阿志雪對阿彩原係彩原佢。因為其實呢漫畫版比較正常啲，佢會講到明啊志雪其實鍾意啊佢嘅小說嘅係彩原係，但動畫就反而 cut 咗啲 part 嘅就係、是、所以變咗一個普通嘅後宮片就會係呢個比較明顯。老實講，你話漫畫佢鍾意彩原呢個早期有嗰個伏筆嘅，見到好明顯寫得去到中間而上完全唔覺㗎啦，係啦，呢個就好大嘅問題嚟嘅，係呢個啱啱講嘅可以係係啊。好啦，咁我哋又繼續講翻呢、這個，主要主要講漫畫版嘅動畫版，其實佢因為一嚟改咗唔少地方啦，二嚟佢就係未完啦，佢到封劇場版去到封音片就完咗㗎啦，咁後面就唔知會唔會做啦，其實可以再做嘅，唔知咁我哋而家講動畫啊，講漫畫版先嘅咋，可以再講多少少啦，即係。如果你話講話近年嚟講有高質素作畫嘅肉片嚟講咧，都無出呢個《天降之物》同《High School DD》嘅。High School DD 嘅作畫第二季其實都唔係特別好嘅，係。但其實兩者有個分別嘅，兩者有個分別嘅，因為你見到《天降》其實佢嗰種作畫咧，就會偏向話好光感啊，佢亮點嘅光感，咁所以其實大家睇落去咧，其實係好似一啲。動畫雜誌，即係譬如 Megami 啊嗰類跟嘅一啲 poser 嗰種畫法嘅，就唔會唔同其他動畫其實有個區隔喺度嘅。咁其實調翻轉嚟講，佢 Blu-ray 嗰啲其實調翻轉，你覺得個質素唔會有太大嘅上升，因為其實本身佢動畫 TV 出嗰陣咧，已經用嗰種係比較與不同嘅上色啊，或者係作畫嚟。咁但係你話去翻 High School 呢啲嘅咧，其實佢又可能比較係。普通返少少，但佢普通得嚟係好嘅，
咁當然啦，你話普通得嚟唔好嘅，或者係類似 High School 啲啲嘅，就係而家嗰套，唔好而家啦，即係近來嗰套今呢個 season 嗰套健全機鬥士啦。因為其實你見到佢兩者咧喺嗰個體型嘅作配上啦，有少少似黑田和也嘅。咁即係簡啲講啦，即係美少女十八 Q 遊記啊 ，L 嗰個 Princess Lover 嘅 OVA 啊 ，OVA 啊，唔係一般動畫版嗰個啊。嗰啲啦，好偏向似嗰個嘅。咁但係天降之物就走一套比較混圓嘅風格咯，同埋高光咁啊。好啦，咁翻返去漫畫先啦。唔緊要嘅，冇所謂噶。佢動畫版好多藍天白雲嘅，大家記得藍天白雲之下有啲咩飛緊啦咁。但係好得意喎嗱，佢如果你話補翻衝肉片咧，另外佢哋最大嘅分野就係話 High School DD 佢嘅 Blu-ray 同埋 DVD 啦嚇，簡啲講係會加翻啲場景落去嘅。即係個 TV 版咧，佢唔單止係會分咗 ATX 啊，同埋普通版啦。普通版就當然有啲霧啊、有啲雲啊、有啲光啊嗰啲啦。ATX 版就冇咗啦。咁但係咧，去到 Blu-ray 版咧，佢唔單止係冇咗噶，佢係會有啲場景係加翻落去。係，我記得 Twitter， 我唔知 Twitter 定唔知邊個講過，監督講過，因為佢 TV 版時間所限咧，佢要盡量擠主線。咁十必死嘅，可能一啲部分啲唔關主線事嘅劇情會 cut 咗先，擺翻去 Blu-ray 嗰度。咁但係天降係好似，我記得係冇嘅。天降冇乜主線，天降係冇 extra 嘅 service 加落去嘅。因為我哋嗰時動畫好似總翻完嗰等都講過話 ，High School DD 佢有多劇情位，佢小説可能做到，但動畫未必有時間做，佢會 cut 咗佢。嗰陣時佢就係會喺 Blu-ray 補翻嘅，就係、是。即係舉例啊，你 High School DD 第二季即係就嚟出第三季啦，而家已經啱啱日粒陽之個講咗啦。佢第二季佢入面有兩個嗰啲教團嚟嘅，揸聖劍嗰啲嗰兩個女角㗎嘛。係啊。咁有個後尾就投降咗啦。咁、那個雙馬尾嗰個係佢係俾人打敗㗎嘛。係啊。佢俾人俾嗰個變態神父打敗嗰啲爆衫場面咧，其實係佢 Blu-ray 嗰度係加多咗嘅，即係打多幾鑊咁，即係例下嗰啲爆衫嗰啲嘢啦嚇。係啊。咁所以對比下去就佢會有啲咁嘅增潤喺度咯。咁但係天降就冇嘅。純粹大家就變翻係睇佢嗰啲特點啊，或者係嗰類 extra 嘢係跟碟入面嘅嘢咯。咁、你話佢本篇嘅集數上嘅增潤基本上係冇嘅。好，咁講翻呢個漫畫啦。咁第一個我哋要講都係呢個櫻井自樹啦，都係男主角啦，就係、是、其實咧頭先我都講過嘅，就係、是、佢漫畫佢初期到中期佢就係變咗嘅，係即係一次佢初期會係一個大家都話啦，佢平時就話呢、這個世界要和平，和平最好，但其實就啲好鬼死。色色地嘅嘢啦，當然係。即係猥瑣佬啦，係嘛？即係可能將啲精力用咗喺一啲偷窺嘅事業。你講清楚啲先，你講精力定係精液先？精力，例如話作曬成個通往全個鎮所有更衣室嘅潛望鏡啦，就係、是、呢個就。潛望鏡好少。例如咩底部機械人啦，即係佢會將全部，即係等於而家我哋動畫嗰個咩上課小動作咁啫。不過佢唔係攞嚟做啲奇怪嘢，攞嚟做偷窺，因為係冇分別嘅都係。即係你見得佢會，但你又唔好話喎。其實依方面咧，你又真係要好佩服阿水無月老師嘅，因為佢依方面嘅 service 啊，或者係依啲色色向嘅搞笑咧，係佢好有創意嘅。即係其他作品你係唔會諗底褲機械人咧咩咩嚟嘅，飄逸中嘅底褲咁樣。即係你要知道噶嘛，連嗰啲玩卡嗰啲 card game 都出咗張，我唔知係邊 set 啦。總之係有一張卡咧，就係話底褲飄揚，底褲雨啊，嘅效果噶嘛，好奇怪噶嘛。早期會漫畫，佢部分單元會有啲咁創意嘅地方啦，當然係。咁後中後期未必計啦，冇住先。佢早期會有啲咩地方會吸引你目光先，同埋呢方面佢會見到自樹佢角色可能會係一貫嘅爛好人啦，即係可能嘅女仔會出出援手啦，會有温柔嘅攻略啦啲。即係你見到例牌後果男主會有啲温柔嘅攻略，你點樣定義咩叫温柔攻略？對人嘅天使輕捉住隻手，跟住講一番攻略嘅説話之後，咁天使會投誠俾佢。嗰啲唔係叫做多馬右手歌式嘅點講啊？直球咩？我唔覺得嗰啲叫攻略。多馬噏完之後兜拳打巴你嘅係。自樹唔係，自樹你打嘅時候繼續用口噏噏噏到你變到你的口供為止。自樹係咩呢？自樹係揸住個拳頭企喺度變返正常人嘅比例，跟住大嗌有個跨葉，跟住就個女個就喊，就係咁嘅啫，就冇咗個拳頭嘅，但係其實個效果同多埋好似嘅。嗯，即係會早期會好水無月算有啲唔係呢個男主角嘅優點嗱，唔敢話佢有冇先係優點先。但去到中期或甚至中期其實之後開始冇咗，而係即係變咗一個普普通通成日掛住喺度偷窺嘅人。其實呢個係覺得係比較曬嘅地方係。
因為見到佢後面其實會除咗伊卡洛斯佢哋嘅三個主要天使就佢後面攻略埋風音啦，亦都攻略咗另一個變態嘅斯洛尼啦，就係、是、即係佢不停攻略一個色天使嘅時候，但係我哋對於自殺個人格或者佢嘅個性咧，其實冇改變過嘅係，即係呢個覺得係佢人物塑造會比較敗筆嘅地方，佢係正確啲講冇改變過，你話冇正常地描寫過都係一個問題，因為你要知道咧。你對佢嘅背景知道就係話佢有個好奇，佢嗱主要係阿爺啦，即係前段你阿爺就知佢佢係佢嘅啟蒙老師啦，各方面嘅。咁但係佢嘅父母其實中後段出過嚟，你知道佢遺傳住佢嘅母親之外咧，你所知嘅係好有限嘅，即係你對依個人物嗰個整體嗰個面貌啊係好有限啊。即係你冇任何能力，你只係知佢係會儲好多咁嘅書，識識響奇奇怪怪諗埋啲咁嘅古怪嘢，跟住突然間咧就會多麻上身，直接説得直球。咁其實冇嘅，所以調翻轉點解話佢無論你話漫畫又好，你話佢動畫又好，你個語其你話佢冇主線咧，一定啱嘅，冇人可以否定㗎啦。基本上個問題因為係佢絕對係唔可能用人物嚟帶條線出嚟。因為佢人物各個嘅性格啊，或者係背景咧，其實喺大部分嘅篇章度都係好少去涉獵，而冇辦法去構築到一個正常嘅故事。甚至你可以調翻轉嚟睇嘅，就算你話類似嘅肉片又好，笑番又好，任何類型嘅嘢，好多時候都會靠一啲女角啊，或者男女主角。你話最簡單嘅，耍誤會啊，不抵抗之力啊，性格問題啊，鬧交啊，咩都好。天降之物是完全是不會有這些東西的，基本上是。第一啦，伊卡洛斯是沒有表情，沒有性格可言的啦。唯一會有的就是 Delta 和 Beta, 會有些。跟住就是即是他去到後期會開始有，但個問題就是他很局限於機械人的人形天使，調返轉人物當中的心理轉變基本上是極度欠缺的。即係唔好講主角，即係我哋話，即係我哋話，因為人物背景交代零啦，其實手型都差唔多。即係打咗男二號，手型英四郎，即係佢開頭可能講到明，呢、這個男角咧有啲嘢背負咗喺後面，佢嘅家庭有啲特別，佢身世有啲特別，佢有啲執念嘅係，但佢哋後面都係 ，I'm sorry 都係冇曬都係。即係見到佢一個好醒目啦，好似好有深謀遠慮啦，家族好有勢力嘅人啦，但其他嘢乜都唔知都係。即係好多角色都會係咁嘅，佢會成套嘢入面。即係算係嗰個好似學生會會長都係啦。即係你覺得佢好似有啲家底，身體有啲秘密，咁大力可以，就都係冇一件事都係。最特別、最無厘頭嗰個就係楚原啦。嗯，楚原佢嘅首都，我知首都勁啊。首都其實我覺得冇嘢需要解。好似有，唔係佢解一集，好似講下以前有會練殺手刀嘅。要練咧，佢有講過。O K， 咁呢個唔介意問題。但佢後面突然間爆嗰啲嘢出嚟，就算啦，後面先講。後面先講係咯。即係總之嗱，即係學你話齋，全部人類方佢講到好似好有一啲背景，好有一啲秘密，好有一啲特性嘅行為，但最後發覺佢係冇個性嘅就係、是。即係因為你要知道呢套嘢特別或者語別不同嘅地方咧，嗱、這個唔係讚㗎，佢語別不同就係話，大部分大家見到以往嘅人同機械女角嘅關係咧，好多時係機械女角嘅感情係由人類一方嘅事件啊嘅性格啊。去感化出嚟嘅，咁其實你見到一開始，你可能覺得佢想做呢方面，特別就係伊卡洛斯啦，即係嚟咩動力腦會痛啊，就係、是、止於動力腦會痛咯，就話俾佢動力會痛咯，係啊，佢淨係動力腦會痛咯，跟住就冇嘅。其實你諗咧，你係咪要啲 W40 啊，定係你入錯柴油啊？你去呢個入油站入錯油、啊，好奇過咗維修啫要，即係你會覺得好奇怪就係、是、佢，你或者叫佢語別不同啦，調翻轉嘅。佢唔單止係冇做到係由人，即係我唔可以話必然或者係腦啃啦，由人感染翻機械女嗰邊啦。佢唔係調翻轉，佢係直情係人嗰邊係欠缺描寫啊！依、這個先係問題。做到成為就係話，你好難去界定邊究竟而家邊個係主角啦。因為其實好喧賓奪主嘅，因為如果你話依度叫天降之物，佢咪真係攞天降跌出嚟嗰班機械女角做主角啊？人係輔助啊！咁如果係咁嘅話，你純人嗰個性格描寫或者係其他嘢，你可以忽略嘅，你變咗佢哋係配角冇問題。但問題調翻轉，主線真正個大故事咧，或者係佢要收尾嘅嘢咧，又係由人嘅背景度出嚟嘅，咁變咗成件事一直都冇講過，一直都冇交代過。同埋最主要你話主線推進咧，其實
主角即係英仔智樹，佢推動劇情基本上係冇嘅喎，因為主要係佢身邊嘅人或者天使推動劇情嘅就係、是，佢一坐喺度用一個 Q 版嘅人喺度做啲奇怪嘅嘢，臨尾一個對話就變咗正常表情同你講啲曉爾大嘅説話，跟住就 OK 完咗啦，就係、是，即係每一個場景每一 part 都大概咁温嘅會係，即係你見好似話偵測呢個天即係天界佢嗰邊個島嗰度啦，都係手型去翻嘅，係啊，手型去翻去，主要係手型去揾嘅嘛，係揾到咁上下，跟住阿智樹一衝過去就係、是。即係見到成件事都係咁嘅資訊，其實都冇點去對於主角推重過佢。佢先係真正嘅天降之物，都唔知點解突然間跌個完整版出嚟嘅。佢真係天降之物嚟，唔知應該邊度跌出嚟。好啦，咁講完啲人類方啦，我哋講天使方啦。人類方一個人嘅就原來蘇瑟。你覺得有咩講咧？就冇嘅，你繼續講啦。真係冇嘢講嘅嗱，即係話齋，佢哋有行為、有背景、有秘密。其實就冇個性就係、是。係啊，你可以講到佢哋行為上有咩特點，但係佢哋個性係睇唔到嘅。你可以你睇到佢有套動作嘅模式，嗯，但係你睇唔到佢嘅個性。即係等於啊，我知你鍾意偷窺，鍾意變成一個女人喺度入去偷窺，鍾意走得嘢偷窺，好鍾意和平，咁點呢？呢個你嘅行為嚟嘅啫，唔係你個性嚟嘅。會定期會出手到。定期會有物資，定期會長會攞支機關槍出嚟，定期會請個人出嚟去祭典嗰度教，跟住手型會托眼鏡，係啦。咁你淨係知道係咁，咁但係除此以外係基本上係冇嘅。所以有咩講呢？係冇嘅。咁過嚟去下發落嚟，可以天使度咯，係。咁當然啦，所以天國之物啦，其實理論上就係講天使嘅，就係呢班萬能天使。咁其實咧，開頭佢定得幾搞笑嘅。為什麼要萬能天使呢？萬能天使不是因為他們是哆啦 A 夢那麼厲害，他們為什麼會那麼厲害呢？因為他們有一個叫萬能的卡片，這個卡片是做什麼都可以的，就是去到後面有的嗎這件事？你記住初期你底褲機械又好，什麼水喉通全鎮偷窺系統都好，都是靠萬能卡片整出來的，是好像很誇張的，是但去到後期沒有這件事，是全部大家都是什麼天使進化跟著再打那樣的呢，即是你記得初期他這個萬能卡片其實挺有趣的，就是即是可能類似哆啦 A 夢的寶具啦，寶物啦，即係攞啲嘢出嚟，跟住至少攞啲曉面啊，啲搞乜嘅卡搞一輪之後咧，就可能整咗啲好奇怪嘅發明出嚟嘅。咁可能，但係後面咧打交就完全用到嘅，依家係。因為萬能天使佢主要解叫萬能，因為佢天使持有呢啲卡片可以俾主人用，主人可以用到唔同嘅技術出嚟啊嘛，攞到唔同嘅物品出嚟。問題主人除咗用變態之外，主人喺戰鬥嘅時間永遠就係打完先出嚟，咁點會可以用到咧？又其實又好奇怪喎。咁咪就係冇咗咯。唔係理論上佢萬能卡片同埋佢臨尾佢嗰個咁嘅石碑其實都係萬能願望機啦，其實真係屈機喎，佢屈到可以話佢做乜都得，即係話只要你佢個願望，你乜都做到嘅就係、是，即係佢要有希望，凡事都可能。你今日冇，將來會有。即係我唔知啦，即係可能開頭佢作者雖無餘，佢可能諗住係輕鬆搞笑，佢應該冇諗到咁多瀑布後面咩西浦遊斯咁嘅咩地方啦，佢乜都冇諗到嘅係。所以才想到出來，一想到那些劇情之後，發覺如果被人吸引太不羈呢，就會影響到上面那班人的行動，所以會cut了他就出來。所以你的中期好像萬吸引好像是沒怎麼用過、有的會出場的，但我印象中有出過場，但是他主持不會用到他，差不多是沒有啊，你最後那幾話全部都沒有用過這些東西，最多人依家落先發脾氣，攞萬卡片去整啲嘢就搞主人啫，就係咁啫，就係、是。佢有幾好發個脾氣啊？一場啫嘛。係咯。係咯，冇諗就由嗰幕出嚟，跟住記得翻，哦，原來仲有萬能卡片呢樣嘢嘅係。但係其實佢個設定都幾得意嘅，佢設定本身咧又話第一代，咁、三個咧都各入，即係特化型嚟嘅，全部都係調翻轉又缺陷好明顯嘅。係、即係譬如話依家我先係萬能型啦，萬能加遠距離啦，你可以話。正嗰啲偏向遠距離啦，咁啊佢嘅缺點就係基本上係冇感情控制啦嘛。咁你話黏嘅，佢實戰能力極低，係打電子戰嘅。感情就豐富啦嚇。咁、Delta 嘅好似平衡力啊，定係咩啊？佢嗰陣話。近戰。唔係佢弱點係乜嘢？弱點？遠戰咯。遠戰梗係弱點啦。除此外係仲有一樣嘢咩咧？好似好大，即係佢係。唔知大頭蝦定係平衡力嗰個問題，總之佢好易撲低㗎嘛，最初講係、最初講係啦嚇，後屘你都覺呢啲。你人類我哋萬天使好易殺㗎啫，跟住撲即係撲佢哋嚟㗎。跟住咩都撲低㗎嘛，撲都撲過一集嘅。你叫三個天使嗱，即係佢初期即係呢個上面天上人啦，佢哋整出嚟初期嘅三部視作機，跟住後嚟即係其他人形天使。三部視作機。係視作機嚟嘅三部，唔係佢有個背景交代嘅，即係整咗三部機之後咧，唔知點解阿伊卡洛斯會去咗俾人類。當咗做主人，跟住去反攻翻天上嗰邊嘅就係、是，但呢段嘢咧，佢背景提咗幾次嘅就係、
但係問題詳細係點呢就唔清楚嘅就係、是。即係點解人類會落到佢呢人類可以發動攻擊向佢天神呢佢嗰個匿埋一邊嘅嗰個開發者都好奇怪㗎又係冇乜點講過㗎。成個無厘頭出一出嚟哎呀至少好危險啊咁樣。咁點啫你想點啫唔係呢個開發者好似後面即係解密嗰度會有講到嘅就係、是。有但係。係呀但前面你真係唔知道做乜嘅就係、是。你後面就算啦後面真係亂曬龍我覺得。但係你又係唔知佢要嚟做乜嘢你感覺。唔係應該係因為佢係因為嗰、那個即係嗰個開頭啦呢、這個角色其實係天上人嘅佢蒙住塊面睇唔到嘅就係、是、啲頭髮真係塊面嘅。佢就將伊卡洛斯掉咗落嚟凡間就要俾咗自選佢主人。咗嘛。咁原因係點解呢冇講唔知道其實到臨尾都唔知嘅。係呀好奇怪嘅啲嘢。同埋點解會搵伊卡洛斯即係伊卡洛斯當年就係因為佢攻擊 Sinus 嘛令到 Sinus 爭啲滅絕嘛所以裝咗一個接近嘅就會爆炸嘅炸彈喺度㗎嘛。係咁就咁但最尾又係先講㗎囉呢啲係。即係啲前面即係前面你見到冇呢個設定嘅就係、是、即係我覺得係完全係臨尾加落去就係、是。唔係你臨尾講我覺得冇問題但係佢純粹要循係三個順序爆炸咁解嘅嘢我諗係嘛。就你臨尾佢都係要世界 reset 啫。唔係臨尾三個 自爆其實多個月嘅就係、是。因為其實好簡單嗱，伊卡洛斯你話伊卡洛斯佢冇感情啦，咁佢可能有根據戰略成分佢自爆冇問題。但就算你話啊，係咪斯普雷特啦？斯普雷特佢同埋嗰部啊卡士羅自爆好似係多餘位，即係 Delta。Delta 啊 ，Delta 同埋阿 Chaos 打啊嘛。係啊，跟住其實兩個好似唔係咁熟嘅，我想講。我唔明嗰度做乜嘢啦，去到後面，因為老實講後段係完全無厘頭嘅。嗱，即係講簡單啲講後段係做咩呢就係、是、又係例牌日常生活之後呢唔知點解跳咗主線跳咗去主線就係、是、主線又有少少伏筆啦就係、是、開始講就係話即係佢轉入主線之前呢就開始講返手型前輩嘅背景咁就講返哦原來佢屋企好似係咩首相嗰啲呀好似係嗰類啦嘅咁但係佢又離家出走啦咁啊，跟住又講翻屋企原來好有權力，咁但係其實都冇講過點解佢要揾新大陸，冇啊，你都係唔知嘅，你都係唔知嘅。咁然後跟住佢就係因為用咗啊，好似用伊卡洛斯嗰、那個咁嘅咩點講啊，夢嗰個咩機係嘛？傳送機啊，定係白夢嗰個機啦。跟住走鬼咗去 Sinus， 跟住見到塊石碑，跟住又俾嗰啲佢捉級嗰啲咧，就去發現佢啊，咁走嚟走去啊。咁其實最初都唔知做乜嘢嘅。咁去到後尾呢就係突然間呢就係話哦如新大陸啊定係話塊石碑呢係唔知有啲乜嘢跟住首先又俾人發現咗啦跟住又就係死呀咁點樣嗰啲咁跟住呢磨完頭又跟住就話坐 Sukuhara 又消失啦咁樣即係坐完就消失啦跟住就跟住又好例牌咁又上去打啦咁當然啦包括呢個幾次拜拜又幾次返嚟嘅 Chaos 啊卡奧斯啊即係個羅莉啦又係唔知做乜嘢。嗱咁時候其實佢之前封音篇其實開始出嚟呢就俾人打拍落海啦。咁封音篇我覺得去到封音篇都冇問題。問題正常出嚟嘅你又封音篇你有帶少伏筆嘅就係睡眠嗰樣嘢嘛天上同地下嗰個關係嘛我覺得去到嗰度都仲係冇問題嘅。係呀。但係佢完突然間咁樣完呢就接受唔到啦老實講。喂 ,Castle 其實開咗出場嘅應該係屬於一個即係唔屬於正規以內嘅人天使因為佢只要暴走咗嘛唔受天上面嘅人管呢亦都唔受自視管啦佢係一個中立角色啦即係可能當暴咗走啦。但係問呢去到後面之後會大家又返出嚟唔知又返出嚟㗎你以為佢有咩做呢佢冇嘢做佢就係咩搞破壞到。佢俾人食咗囉。唔係你佢食人。我講封咗未食咗。即係難有奇怪而家封會俾佢食呢其實唔知喎真係。又大家鍾意自樹呢個唔係理由嚟㗎想講。好奇怪咁封咗俾人食都算啦佢比較性格和善啲咁我勉強我接受到。但去到後面嗰種突然間話大家打完跟住又話唔夠打跟住又再進化爆發小宇宙大家都升級又話咩第一代係打唔贏嘅咁跟住又升級咗喎。即係打得贏喎又突然間跟住、啊、打得贏但你又要自爆。唔係真係神奇嘅。做乜嘢Castle同其他女角唔同即係其他女角就算你話封音佢都會有同其他即係 Delta 佢哋會有。唔係 Casio,Casio 係標位一計數機嗰個係 Chaos。Chaos, 係 Chaos。係 Chaos 係讀咗。Chaos, 佢同其他女天使唔同其他天使就算你包括封音都出場㗎啦佢幾乎行過嚟嘅出場
佢都係同戰士同埋其他天使啊、女角色會有交流，有感情嘅交流，但 Castle 係冇嘅，係佢基本上係出嚟把他出嚟俾人打趴，佢冇感情交流之下可以同有嘅白飯魚一鑊啫，唔計啦，即係即係點解其他天使會跟住一齊，可能佢可以共赴生死自爆啊，同佢激戰嘅聯賽咧，係冇講唔清嘅，係即係對你對你對可能你特雷斯特雷嚟講咧。如果是外人嚟啫喎，你搞住事實插咗先咯，即係。佢就係擋在前面的就是敵人咁樣咧。要打打會萌生感情嘅咧，我真係唔知呢個就真係。即係你有前佢前面冇報過埋伏線，之後後面就係咁叫咧，係幾難睇嘅嗰個係。唔思念佢做乜嘢？老實講，真係唔知做乜。同埋佢又佢唔係針噶嘛？我記得。唔係。佢係月行嚟噶嘛？係啊。咁其實佢係少年 Ace， 咁少年 Ace cut 佢書啊？定係咩？我唔知啊，但係其實我覺得冇需要咁樣完。我就覺得自，我覺得應該水無月佢駕駁唔到呢篇嘢。哦，你就算你幾，其實冇嘢噶，你咪繼續混亂日常啫嘛，冇嘢噶，我覺得。唔係，因為咁啊，嗱我咁睇嘅話咁睇，佢開頭真係 set 好咗一個故事，見到佢用咗一個希臘嘅背景設定啦，即係就算你天上人嗰班人住嗰啲好似希臘嘅宮殿啦，即係你見佢好似有啲嘢設定咗佢想講嘅，但問題佢又唔識駕駁長篇，你見其他作品。就算你即係所謂同一作品同時間畫嘅，佢都係一啲咩單元式嘅笑話，佢冇咩特別嘅主線。當去到《天國之物》嘅時候，一部佢識好多好多主線，好多伏筆啦，佢後屘發覺佢寫唔掂嘅時候，唯有要一次一刀切搞掂曬佢就算數。我覺得會咁樣咯，會係。我唔知啊，我答你唔到啊。嗱，呢個係我個推測啫，因為我唔係作者啦，佢又冇講過啲咩嘢啦，所以我哋唔知呢就。總之我就係覺得嚇，點解突然間要完咧？冇需要喎，因為佢去完唔係問題。咁樣愉快係好有問題，即係或者前面伏筆完全打破曬。即係你話佢冇氣唱嘅，我覺得 OK 嘅，因為就你見到佢後面，都係逐個逐個角色出啦。咁但係逐個角色出咧，佢出得有用嘅。即係你見到嗱 ，OK 出完三個啦 ，Alpha、Beta、Delta， 跟住出Chaos， 出風音。咁頭先講嘅風音咪係帶到夢嗰樣嘢啊嘛。其實我覺得冇問題㗎。跟住佢開始咧就係講嗰兩隻。嗰兩隻叫咩啊？即係門翻嗰兩隻啦，算係。咁嗰兩姊妹嗰兩隻嘢啦，如果你有嘢講到出嚟咧，其實我覺得冇問題嘅，我冇所謂。但係我又唔覺嗰兩隻其實純粹跟翻阿斯特師傅嚟，佢有程式就係、是、總之天上人嘢睇唔過戰士拍落嚟對佢、就是。哈比我記得嗰兩隻哈比。同樣，因為佢都係睇唔過戰士，兩個攞去篤死戰士佢同我，跟住佢模式運作同意識一樣嘅就係、是、冇分別嘅就係、是。即唔知道做乜嘢咁，佢去到下面佢又冇講過，佢有講就話啊，只要唔記得家姐定係妹想另外一個，跟住阿戰士咁都幾好啊，咁樣快樂地生活咁樣。咁例牌感化，但係佢嘅登場如果係純粹係感化嘅話，咁咪即係同前面一樣啫。佢、啊、又冇嘢帶到出嚟喎。即係你又佢最多唯有你可以講嘅就係話哦主人嘅嗰種枷鎖或者係感覺，咁但係其實同類型嘅嘢喺阿 Lim 度咪做過咯，係啊喺 Beta 度咪做過咯，咁你點解要同埋調翻轉咧 ？Beta 佢都更好添啦，亦都長期喺度報啊，即係你俾條鎖鏈佢啊，蝦佢啊，佢都繼續係好忠於你啊嗰啲，係啊情感亦都佢本身係好豐富啊，咁呢件事本身已經講過，你亦都無需要攞另外兩個角色出嚟，咁。然後佢哋性格上或者係咩咁，亦都唔見得有啲咩特別，或者係本身現有嘅班底所欠缺嘅嘢。咁其實你見到加嗰度，其實你應該覺得佢有少少冇氣唱。咁你冇氣唱唔緊要，其實我覺得你都識講啦。人形天使呢個第一代，你咪變個第二代出嚟咯，最多埋你有嘢講就得㗎啦。我覺得唔緊要，你變第二代咪變咗 Chaos， OK， 你變第三代咯，冇所謂㗎。或者你個主人落嚟打又得，咩都好，我覺得你有嘢講到就得㗎。甚至佢到後期咁定例，又係夏天喎，夏天就祭典咯嚇，大叔又出嚟咯，成日機關槍咁樣玩下底褲機械人啊，玩下跟住又有啲唔知咩奇怪又會再可以玩下噶啦，冇問題嘅喎，我都係每個月有幾廿版嘢攞嚟笑下咁樣，咁單行本佢又唔係唔賣得啊，老實講，即係 OK 啦，算係咁，咁冇必要咁樣突然間。完嗱，因為咁樣嗱，完得咁難睇啊，其實去到風音篇之後，我覺得佢應該會。應該嗱，劇情上兩日方面就應該會講天上人嗰邊，因為你講到智水嗰邊，其實已經講曬差唔多地面嘅情況，開始講完呢個天上情況。而家天上啲人會瞓著覺咧，而家條友會動喺度，成日睇唔慣智水咧，即係你見到應該會交代嗰啲嘢，但問題都去到中段或者後段，天上嗰萬人佢就坐喺度，條友唔知噏乜嘢廢話，又唔出手，
整次树，日食乾坤伸手冻喺度，就咁样饿死晒，喺度嘥时间。即系见到佢后面好明显嘅，佢只细人几乎冇任何行动啊，即系冇任何逐步升级嘅行动，去令到件剧情会提升咗，因到下面次数继续过住佢好和平嘅生活嘅就系。我唔知点 comment 佢完嘅方式。我明噶，即系其实去到后段，其实佢一个故事，即系话啲人话觉得好睇，其实觉得咧系冇咗个主线，好似冇方向咁样，系每日就跑啲好普通嘅日常剧情，就即系你好似条断咗咁，突然间会。其实我觉得佢变日常翻冇所谓，你变日常翻冇所谓啊，但系你突然间爆完嗰下唔好咁完。佢讲完，佢几乎讲完封印篇，讲天上人同地面嘅即系发梦啊，啲天使关系之后，即系我宁愿佢好似 Two Love 咁样完都好过。而家咁樣完，好啦，係冇結局咁完，呢度就揀到有結局出嚟。冇結局咁完，我覺得唔係一件大問題嚟嘅，即係冇問題嘅。你咁完咗咪完咗咯，咁樣咁冇問題噶。但係你好過突然間爆一堆嘢出嚟，又冇講過，又唔知道，跟住突然間你講你說了就算咁樣，跟住啲嘢爆曬死曬之後，咩世界 reset 了？其實最後同冇結局突然間好美好咁完有咩分別啫 ？reset 咪即係冇結局咯。其实乜都冇做过咁，冇发生过嘅。咁点解？咁你做嗰场大龙凤嚟做咩先？冇意义噶嘛？除咗留下无限谜团之外，等于你同我讲话外星人嚟过，但系又嚟完又冇做过嘢咁样，咁你同我讲嚟失晒英啦，其实又有咩有分别？我觉得冇分别哦。所以其实综合嚟讲，我觉得呢套嘢咧好晒。佢一啲比较宏大或者比较我觉得几好嘅设定，佢就冇用到嘅就系、是，即系你可能讲到即係佢哋講到天上嗰班人，佢智慧太發達啦，佢整一個好神奇萬能機出嚟，咩願望都有嘅時候，佢哋就冇任何慾望，冇任何生存嘅意義，跟住走去瞓曬覺，發夢喺地面上行動生活，去獲得佢哋嘅快樂。即係見到呢個其實幾哲學性嘅問題嚟嘅，可以發達嚟講嘅，但佢最後冇深化到。即係你個天上嗰邊，其實佢哋冇一點講嘅，即係地面嗰班人類已經冇乜個性感情啦，已經天上嗰邊更加係完全冇任何行動嘅說明啊，或者可能俾佢哋補充翻啲個人嘅介紹嘅係，唔係嗱，呢個補充翻嘅。雖然我覺得後面嗰段好無厘頭啦，但係頭先啱有咪講嗰啲咩瞓覺嗰啲嘢，有好多都係封音之後啦。其實封音之後其實講好少嘅啫，好主要都係後面嗰度有帶翻出嚟。但係我唔認同佢嗰種爆曬出嚟嘅手法啫，因為佢都唔係因為太有得太多日常輕騎媒啊、搞笑媒之後，到突然間想做主持一次個跑咧，個十媒咧睇得好辛苦，你會係。但是你封音那種模式我覺得沒問題的嘛，就不知道為什麼他不敢做咯。是啊，那個問題突然間你一次倒曬啲嘢出來，你倒手型那裡我覺得沒問題，你倒緊手型的你咪夠倒手型啲嘢出來咯。那你最初講新大陸是什麼，但是他你在我講緊新大陸是什麼的時候，又同時在我解緊天上人發夢那樣東西，跟住那班機械人又爆曬即是你同一時間你三線大爆發呢，咁就睇唔明㗎喇，老實講。一最緊要就係佢中間即係封音篇之後一大集嘅上會呢，到佢即係做主持嘅時候呢，你會唔記得前面發生啲咩事，呢個好緊要嘅係。應該冇乜人記得㗎。即係前面木筆即係可能有一鋪一啲嘢嘅，可能會講。因為記得就好似我哋話臨尾天神有個幫嘅自述嘅，有對天使嘅，同彩虹有關係嘛佢係。但問題咩關係呢？其實大家前面木筆唔記得曬之後呢，唔會 get 到佢意思做乜嘅係。就知道好似兩個有啲關係，但係呢兩個要發生咗之後，跟住下面地上自然會，地上個菜會失咗咧。唔好明白，佢又冇點解釋過就係、是，好似無理頭。冇啊。勉強解會解通，但問題大家喺唔好記得前面劇情。勉強係冇幸福㗎，就唔係和平嘅一日㗎啦。問題大家唔記得實前面佢哋講啲乜嘢，啲設定係乜？你冇點深化嗰啲設定嘅時候，所以咪係發夢咯。又冇結局咯，寫翻就啊，又係美好嘅和平的一天了咁樣啦。想點啫？所以總括嚟講，其實我睇呢套嘢，就算嗱，佢動畫版有冇第三季咧，就未知數。即係如果就睇呢個可能 cut 曬中間啲搞笑妹直接做主線嘅，其實我覺得應該冇問題嘅都係。我覺得做唔到嘅劇場版啦，有劇場版。而家各出劇場紅電嘅喎，但係你唔好理啊，佢收個錢都唔算好差啫，都收到啦。好咁，即係呢套嘢呢嗱，就唔知其他觀眾點，唔知其他讀者點諗啦。咁我至少覺得呢套嘢就幾失望下嘅就係、是，即係我當初睇即係我咁嘅，我睇漫畫係睇少少，跟住之後動畫發做嘅時候再補翻嘅就係、是，即係佢俾我唔到當初睇嘅時候嗰種期待嗰種感覺就係、是，即係算爛尾啦。期待啊！其實老實講，你話因為其實好，即係大家又唔好記得我係一開始講話
用嗰片肉片嘅定義，或者好似好識識下，其實大家要知道水無月嘅漫畫嘅女角咧，嗰種作佢一啲都唔出色，一啲都唔出色。即係我唔會，唔係巨人嘅 level， 大家唔需要驚，但係一啲都唔出色嘅。即係你唔會喺佢嘅漫畫入邊筆下嘅女角嗰種作佢，你會有好有性聯想嘅感覺，係基本上係好少有的。因為佢嗰種不足係好簡單，咁整體個線條勾畫基本上都係好欠缺嘅。即係佢純粹點解你會話哦、Delta 同埋 Alpha， 即係伊卡洛斯啦，佢哋點解會咁明顯呢？因為佢純粹係兩條直線做背脊啦，跟住前面畫兩條弧線做胸啦，咁跟住就兩個西瓜，係兩個西瓜啦，係啊，咁呢咪兩條平線啦，唔係三條平線收工啦，咁冇嘢，後面加多塊透明液咁樣，咁你話？你就算是 close up 啊，佢嗰種 detail 啊，或者佢嗰種形體上嗰種骨落啊、光暗啊、灰階啊，全部其實根本唔可以用一套肉片或者係賣肉嘅漫畫嘅嗰種基準嚟去釐定嘅。即係個感覺上係咩呢？如果你即係你如果用一套啱啱完嘅嚟講啦，你講偽戀啦，偽戀嘅漫畫又係比較。基本啲啦，個作繪基本個動畫啦，咁佢係比偽戀再基本多兩個層級左右嘅，咁所以基本上你要諗翻一樣嘢就係話，佢做嘅係色色嘢，但係其實咧，你喺佢做色色嘢嗰種咧，你獲得嗰種係笑嘅感覺，而唔係色色嘢嘅感覺。你要有嗰種感覺咧，就要好基本上好取決咧，就係動畫將佢嗰種作畫嘅加成，同埋嗰種高水準嘅效果出現。而產生到出嚟係有咁嘅基礎喺度，但係個漫畫咧，基本上其實你應該正確啲講係定義為搞笑。咁但係如果你套搞笑作品，你有主線冇問題，你慢慢滲背設景設定冇問題。但係如果你突然間將三條線、某一個人物嘅背景、世界嘅真相、全部角色大爆炸、仲色萬解咁樣，好似～突然間撈埋一齊，然後最後都係用一種夢結局大團圓嘅方式去完咗佢咧，咁你不如唔好完啦，你彈念都係笑翻嚟啫嘛，搞笑大爆炸。你嗰堆嘢做嚟做乜嘢先？即係你嘅喺你作者嘅角度嚟講，你係好似解咗啦，你圓滿了。問題係，即係學阿神話齋，依個係 receive 曬問題啊，睇嗰個明明你做乜嘢至得噶？唔明啊嘛，波亂咯，啲設定亂啊嘛，我哋明噶嘛，你表達唔到啊嘛，即係你要明白就係天降之物從來都唔係一個講古仔講得好嘅嘢，佢你呢套作品嘅賣點就係 Q 版嘅自旋嗰個咁嘅刀甩眼，跟住嗰種揭裙底飛起嗰種多，即係嗰種好細跨頁嘅嗰種誇張，同埋無厘頭嘅色色 get。是那種效果嘛，你說他戰鬥做得好嗎？分鏡麻麻地的。那你說他本身他做什麼好做得好，唯一可以好一點是什麼？爆炸咯。爆炸沒有技巧的嘛。爆炸砰的嘛。爆炸有錢就得了嘛。有錢就得了嘛。沒有東西的。高速戰鬥你說老實說他表不表達到，表達不到的。他慢慢沒有的。你唯一可以表達一些好一點的什麼，就是黏那些嗌那些什麼音波爆擊啊那類的東西。那些加水印的嘛，大哥。加水印。或者伊卡洛斯舉導彈啊，導彈就是好一點的，因為這件事表現的需要的那種作畫上面的效果其實是需求是很低的。那其實他是做這件事。那如果你要用內容去表現呢，你想回一件事，他不是銀魂。佢唔係其他類型好多字嘅作品，你甚至連火鳳連到佢都唔會突然間爆幾條線出嚟啦。佢會拖得好慢啊嘛，因為、即係最主要講嘅火鳳連好慢啊嘛。但係佢唔係喎，你可冇錯，你可能話哇唔係喎，佢實際上用咗半年嚟鋪啊，佢半年得嗰六七話，中間啲錯大佬得嗰100版，半一本單行本都冇，突然間就爆完咗，即爆即完。咁想點呢？吓，因為佢唔係一個善於講古仔嘅人，佢亦都冇能力去做一個多線咁樣去解。佢連一條都寫唔掂啦，其實佢你見睇。即係我覺得你慢慢逐樣樣嘢講係冇問題嘅，即係你突然間去開始講手型屋企啦，咁你咪講手型同會長囉，講完嘅，跟住你咪之後可能突然間有一日
蘇庫哈拉雅彩月消失，跟住你先再帶嗰件事入嚟，跟住先講，冇問題㗎，我覺得。即係突然間攝啲嘢入嚟，同時發生咧，咁就死㗎啦。佢講唔掂嘅。又可能又俾人逼三月完結啦，可能我唔知啦，其實真係。咁呢個冇嘢講啊，嗱，佢後面需要考慮嗰啲嘢，我哋唔理啊，亦都理唔到啊。咁但係以一個讀者而言，佢咁樣 cut 咗咗個月頭嘅一個食糧之一嘅話，就咁樣原發就幾不滿。唔使驚，蘇瑞再其實作品連載緊嘅。依然係咁搞笑，唔計佢故事內容，每一集嘅點子都幾搞笑下嘅。例如咧，打 game boy 打到好似可以除衫嗰啲。啊，消好似俄羅斯話消除遊戲變咗消除衫，冇記錯嘅話。唔緊要㗎，我會 cut 嘅，你揾咗個名先。豪嬌美少女幽元空，豪咩啊？豪嬌美少女，唔係你講翻，例如豪嬌美少女。哦，例如佢而家連載緊啦，仲係豪嬌美少女係嘛？豪嬌咩啊？豪嬌美少女咯，佢樣咁，嗰個係咪叫幽嘅？咩指定咩幽咁啊？你讀 Lucky 啊嘛？幽元空 ，Lucky，OK，係。咁冇嘢，即係你有第二套作品連載咁，但係仲有幾套嘅佢咯。你唔好有咁完咯，喂。唔知啊，佢套咩萬年之源嘅高爾夫球少女未完啦、啊。即係嗱，我覺得咁嘅，如果你啲作品要天馬行空，要有奇怪嘅嘢爆出嚟，你要個有個咁嘅世界觀設定，我覺得冇問題。即係你會要解釋到萬能望、偷窺鏡啊、底褲機械人啊、底褲魚啊嗰啲嘢，你要有張萬能卡片，你要有異世界嘅黑科技，冇問題，係咪先 ？Turn X 都有講黑歷史係乜嘢啦，好 MG。咁但係問題係你開咗個島出嚟，你要用到呢類地圖開住要行嘅，你要行嘅嘛，你要用到嘅嘛，你用唔到嘅話咧，咁你不如就咁完咗佢，就或者唔好講，天上已經滅絕曬啦，冇曬就唔好講，係啦，即係好似 Eva 喺定格咁樣，你自己明啦，我唔會講噶，係啦，我覺得冇問題嘅，你就咁，因為呢套其實佢個謎底其實一開始講咗就係、是。每個人物嗰個背景，實際上個謎團啊，樣嘢係好多嘅。咁你話唔解咁樣完咗佢，或者留一啲相關可以自我解讀嘅尾呢，其實咁樣完係冇問題嘅。即係甚至係最簡單，就可能話突然間世界消失了，跟住最後發覺原來智樹同埋蘇庫哈拉做咗新世界嘅神。跟住手型繼續喺度玩緊新大陸，其實冇嘢嘅，我覺得你唔需要咁樣大爆完咗佢咯，冇意義啊！你咁樣，咁大家意見都差唔多啦，已經係啊，咁好啦，咁今日就應該去到呢度啦。有咩任何唔同意見，覺得我哋喺插錯嘅，喺 Facebook 講啦。喺 blog 講都得咁冇所謂。唔係啊，我覺得個前段冇問題，我覺得個尾有問題。我哋成日都講中段之後可以出事啫嘛，封音片之後可以賴嘢啫嘛，都係。封音片其實寫得幾好㗎，我覺得。Chaos 嗰樣就麻麻地啦，純粹打共同大敵人啫。封音片 OK 㗎，冇乜問題㗎。佢個意念用幾好嘅，因為老實講，你要知道，佢第一代嗰三隻嘢，全部都係實戰嚟㗎嘛。係啊。你突然間你封音突然間跌落彈話天氣控制嘅咁樣，即係天氣先生嘅預測啊嘛，而家咁樣。其實個概念我覺得 OK 啊，同埋揭露咗其實呢個世界啲人咧，真係天上人嘅瞓覺嘅解，有啲真係人嚟嘅，呢難分真與假叫做。但問題後面就會好似 Matrix 咁啫嘛，古仔咁，但係你要有時間醖釀，有時間講咯，冇㗎，唔可以咁樣咯。後面冇曬㗎，係唔好意思咯。係咯，套嘢就真係失望啦，呢套嘢算啦，咁就完咗啦，就完咗啦，就完咗就係、是。好啦，咁我哋今日都完啦。好，拜拜，拜拜。